啊，臭豆腐，香喷喷的臭豆腐，你在哪里呢？嘿，你在那儿。嘿嘿嘿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嗯，是谁？啊？嗯？难道是错觉？土豆豆，你来干嘛？我，不对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你来偷吃臭豆腐的吧？这大家一起泡制的臭豆腐，说好了三天后才能吃，你怎么可以自个儿跑来偷吃？那你呢？你不也跟我一样？我，识货，嘴馋了吧？既然这样，那我们俩谁都不许偷吃。哼，不吃就不吃。大家快出来吃臭豆腐了！等这么久，终于能品尝了。好吃的臭豆腐，怎么是空的呀？一定有人偷吃了。我知道偷吃的人是谁。偷吃臭豆腐的人就是火匆匆，是火匆匆，是土豆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昨晚我亲眼看到土豆豆偷偷跑去接坛子。胡说，偷吃的明明是你。是臭豆腐的味道，好像是从外面飘进来的。中国的小吃果然风味独特呀。好吃，要是我能实现梦想当上美食家，就可以天天吃臭豆腐了。老大，我怎么感觉背后凉飕飕的？怎么感觉有人盯着我们呢？原来臭豆腐被你们偷吃了。好呀！等等我，老大！总算真相大白了。现在你们不用怀疑对方了吧？同伴之间应该互相信任。如果彼此怀疑，那我们之间就彻底失去团结了。是。博士找我们了。嗨，亲爱的，代表诚信的信息小灵珠在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出现了。世博会是集结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世界性博览会。在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，中国馆以独特的艺术造型吸引全球的目光。它的外形酷似一顶古帽，因此获得了东方之冠的美誉。道具已经传送，你们马上出发吧。是。我看到了，小灵珠在角落呢。啊，危险，快趴下。土豆豆。哎呦，我的腿。土豆豆，你怎么了？还是担心一下你自己吧。这次你们一个也别想逃。猩红贯日。怎么会这样？就剩下你了。无敌金箍拳，烈火流星。想抓我没门。我的速度好快呀，全躲过了。这次你绝对逃不掉了，接招吧。这是什么？啊，我的眼睛。你中了我的闪光弹，已经看不到东西了。这下他们五个全动不了了。走，拿小灵珠去。
金彤彤，土豆豆，你们在哪里呀？火葱葱，我在这儿。在哪儿？在这儿，这边。火葱葱，你的眼睛怎么了？我中了闪光弹，已经看不见东西了。现在只能求助博士了。怎么了，土豆豆？不好了，博士，小灵珠要被抢走了。现在我的腿走不动，火葱葱眼睛也看不见，其他人又被困住。啊，这么严重啊！现在我们什么也做不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们信任对方吗？信任，我信任土豆豆。我也相信火葱葱。既然你们都信任彼此，那你们就成为对方的腿和眼一起战斗吧。我们明白了。胜利是属于我们的。烈火流星。怎么回事？火葱葱不是看不见了吗？土豆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你的双腿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就做你的眼睛。我们是土豆豆、火葱葱、超强火腿。哇哦，很帅！帅有什么用？我照样灭了你们！烈火流星，向左！向左，往右跳！可恶！让你尝尝我最后的绝招！雷电金箍拳！呀！火葱葱，快起跳！360度超强合体炮狂翻！竟然被他躲过了！老大，你那个气球回来了！不好！快撤！救救我，老大！吓死的小灵珠一定是本天才的！这就叫自作自受。火葱葱，土豆豆，我来给你们治疗吧，水星痊愈。太好了，我又可以看见东西了！哇，我的腿也好了。只要我们彼此信任，互相团结，就没有问题解决不了。我们会一直信任对方的。说得对。火葱葱，那你就继续背我回去吧。才不要！你那么重，背背我嘛！快点！火葱葱，不要！火葱葱，不要！不要！本来以为制服了火葱葱，想不到还是没抢到小灵珠。你吃完了没有？没呢。老大，这些玩具有什么用啊？这不是玩具，是我研究的烟花。火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，经过我这个天才重新研究，他们已经有了更特别的用途。多说没用，先来试试效果。哇，好辛苦啊！哇，谁偷袭我？原来是放烟花呀。哇，好酷炫啊！哇，老大好厉害呀！很好，效果真是不错呀。好累呀、总算把发射台修好了。哇，太绚丽了、原来你们在这儿啊，刚才你们没去看烟花吗？太可惜了。我们忙着工作呢。土豆豆，你太不守时了、我们明明约好了下午一起维修发射台的，你自己却跑去看烟花了。哎呀，我忘了。不守时迟到该罚。把你把这些工具清洗干净。
梦好吗？哟，亲爱的五星蚂蚁们，代表诚信的信信小灵珠在南京夫子庙出现了。南京夫子庙是中国四大文庙之一，是供奉圣人孔子的地方。如今这里已是极具秦淮风光的旅游胜地。听说那里的夜市可有意思了，我也想去看看。不行，你还有任务还没有完成呢。那我现在就去清洗工具，半个小时后过去跟你们会合。这就是夫子庙的秦淮夜市啊，好热闹啊！没时间欣赏夜市了，我们开始分头寻找小灵珠吧。嘿嘿嘿，这是博士发明的联络徽章，大家要保持通讯呀。老大，小灵珠真的在这儿吗？这是智雷手表偷听到的消息，不会有错。再找找吧。这里怎么放了个大鼓？有意思。这鼓声太大了。原来小灵珠就在鼓上面啊，我得赶紧通知大家。大家集合，我已经找到小灵珠了，就在院内的大鼓旁边。好像又接到消息了。金彤彤，小灵珠找到了吗？在这儿呢。害我找了半天，原来小灵珠在这儿啊。要抢走小灵珠，先过我这一关。烈火流星，魔幻迷香，怎么回事？全身没力气了。再让你们多尝几个，快跑！彤彤，快离开这儿！金彤彤，你躲到哪儿都没用。先把小灵珠藏在这儿。谁说我要逃了？身为战士，我要主动迎战。五行召唤，战斗吧！力量的源泉。黄金骑士，魔幻米浆弹，大力金刚拳，方小小。把他们全绑起来。老大，我搜过了，他们身上都没有小灵珠。什么？金彤彤，你到底把小灵珠藏在哪儿了？我才不会告诉你。就算你不说，我也有办法让你说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你们有3分钟的时间说出小灵珠在哪儿，否则我发明的这个轰天雷就会把你们全轰上天。战士可以牺牲自己，但不能连累同伴，看来只能交出小灵珠了。等等，金彤彤，你忘了还有土豆豆呢，只要他准时赶来，我们还有机会。1、2、3、1、2、3、4。老大，数学不太好，五星蚂蚁怎么只有4个呀？难道我数错了吗？1、2、3、4。1、2、3、4。对呀，还有一个土豆豆呢。我在这儿。土豆豆。
是小灵珠。老大，小灵珠在那儿。小灵珠是我的。虽然出场失败了点，但是别把豆包不当干粮。土豆豆，小心他的烟雾弹。看我的，五行召唤，点亮吧，诚信的光芒，大地巨人。大家都没事吧？糟糕，这个就要爆炸了！怎么办？这里是夫子庙，扔哪里都不合适啊！我有办法控制住爆炸，粘土包裹。鹦鹉总算退散了。现在是我们反击的时候了，绝地大反击，冲啊！什么？吓死小灵珠，一定是本天才的！哇，这只烟花最酷炫了！这次多亏了土豆的够准时，救了我们出来。当然了，我可不想再被罚去洗工去。可恶的土豆豆，我的轰天雷居然炸到了自己。谁让你冒冒失失的冲上去的？不是你说绝地大反击的吗？